本节目内容只代表个别嘉宾及主持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是大家好，我哋今日系《吹水人间》第五集。讲得咁serious嘅？系啊，你我哋唔需要咁serious嘅。系，其实我哋可以轻松啲，因为我哋有个好熟嘅嘉宾。熟到不可以再熟的了。咁啊，今次的嘉賓咧就阿陶貓貓，陳小姐，陶小姐啊，小姐係。啊，咁啊，大家如果有睇開電影有毒啊，呢個奇靈怪啊，咁其實都好熟阿陶貓貓。咁佢有好多身份啊嘛，咁我哋今次嚟咧就係剖析佢嘅身份。係啦，即係當佢一個人。啊，其實今天不是講人喎，講貓喎。佢平時當我唔當我一個人。我唔當你係人。係咯，我哋其實今次真係喎，我哋唔係講人，我哋講貓喎今次咯。嗯。點解咧？咁本來我哋吹水人間係講人嘅嘛，咁但係而家嚟咗只貓，咁啊變咗唔當人。係咯，唔當人。貓扮人。不過你當我哋咧後生仔傾下偈咁得㗎啦。咦？邊個名咁熟嘅？喺度賣廣告啊！唔好講埋啲衰嘢。喂，咁好啦，咁嗱，識咗你都一排啦。我想我哋吹水人間通常咧開頭嗰節咧都會講翻以前嗰嚿屎啊，舊屎嗰啲嘢啊。咁你大家都知道你出書，亦都係對於靈異界好熟悉啦。咁你做呢啲之前你係做咩嘅咧？你有冇經歷過冇靈異嘅人生咧？其實冇靈異人生就冇經歷過嘅。我都不知道話你咩好，都唔知話咩好。我出身係做設計嘅，我係同行嚟嘅，同行，但係我哋唔同種啊嘛。佢嗰啲設計咩穿咩㗎？係內衣褲。真係，喂！但係我好奇怪咧，你以前話你唔係喺大學唔係讀呢啲嘅喎，點解會走去做設計內衣褲？聽聞你係讀哲學嘅喎。因為讀書唔成先做設計，你就走嚟做。係咯。賺得錢多嘛嗰陣，因為少人做內衣褲係咪？因為少人做，同埋都自己都有興趣。咁點解你入到行嘅？即係有人掹你入去？有人介紹啦，梗係冇人介紹入鬼島咩？咁啊係，咁但係你唔係讀開設計，咁你點做咧？你之後有冇再進修嗰啲？冇㗎，睇啲書啊，打天才波喎，係啊。咁你可以做到咁耐嘅？係啊。有冇搞錯啊？天冇眼。咁都得喎，真係離曬譜喎！離曬譜，咁你真係冇血淚史啦，即係冇噶，冇血淚史噶。喂，但係唔係喎？照我所知，我嗰陣時識你嗰陣時，都係做緊嗰間內衣褲設計，你都好多怨言嘅喎。多怨言係個老細嘅問題啫。你老細好鬼咩嘅喎？哦，日日講粗口鬧人啊嘛。好變態喎！咁咪日日講粗口鬧翻佢啊嘛。OK。大家喺度。擦出火花嘛，所以其實都唔算好血淚咯，可能係佢血淚啲。大家都血淚㗎啦，其實。大家都血淚。咁但係嗱，我就曾經唔知喺邊一集我哋做節目咧，你又噏過話你做過一啲咧，好似係同啲成年人有關嘅產品係咪？哦 ，sex toys 啊嘛。係咯。係啊。點解會由係咪內衣褲就會必然跳去嗰度嘅咧？哦，因為嗰陣時。同一個老細，同一個老細嚟嘅。咁老細好咩喎？做內衣褲又咁俾嗰個嗰組嘅姐就掹咗我過去。嗯，其實嗰啲內衣係咪有啲特別嘅？要聽你咁講，唔係一般內衣褲嚟㗎嘛。即係使用性質冇乜特別。即係得兩條線，得兩條線啊，四條線啊，八條線啊，咁啲冇意思。或者啲物料又特別啲咧？係啊，啲。橡膠嗰啲咁樣咯，即係你要搽浸油，你先能夠將到上去。即係你成，其實你間公司根本就係做啲即係比較特別少少嘅。唔係，佢好多嘅，佢有做正經，有做唔正經嘅。我又正經有做過，唔正經又有做過。咁幾好喎，真係。你中意邊樣多啲啊？我中意做唔正經。嗯，睇得出。即係 creative 啲，即係可以多啲嘢玩，你可以。天馬行空，即係如果客揀到咧，好開心。因為我做過正經玩具啦，你又做正經玩具啊嘛。咁你我想做啲唔正經。係咯，原來點解得唔正經玩具其實係唔正經嘅玩具啊？係咯，你明啦。我大概明，但係我意思就話咁，其實佢有。但係嗰陣時我曾經都有諗過呢樣嘢咧，唔係我建議我老細，因為我即係做玩具，佢其實都係廠啫，都係揾食啫，都有摩打去成咯。喂，其實好簡單啫喎，摩打、電池，同埋一支直膠係咁多。冇噶啦。又揾嗰啲賣得好多錢喎，利錢好高喎，係嘛？睇下啦，即係如果有啲，因為好多啲拍四仔嗰啲明星咧，
即係後屘個樣嚟。佢 有自己出嘅。啊，係係係。即係用佢自己嘅器官去出，出一啲咁嘅。稱為名氣啊嘛，佢哋會。會。出啲咁嘅自慰器啦。咁呢啲嗰個利錢好犀利㗎。因為嗰啲有一個叫做專利嘅裏邊，即係佢話係佢個名，話係佢嘅啫。其實講下啫，你講，即係揾邊個當係啦。點證明咧？我真係即係話出個加藤英手指嘅，你鬼知嗰個係咪加藤英手指咩？咁咪咯。咁但係你嗰陣時候覺得即係做咗耐唔耐先喺嗰度咁做呢啲？耐啊！根本上都冇走。你做咗幾多年啊？十幾年。我唔記得咯，即係同間公司，只不過話可能轉下部門。係啊，轉下部門。即係你一畢業就喺嗰度做啦。係啊。哇！你做好多年。咁你真係，你話佢讀哲學嘅。係啊。咁即係基本上。我讀哲學。即係冇乜關係噶咯。係冇啦，係完全係冇啦啦。不過唔係嘅，我諗你而家會唔會好多嘢你運用到咧？因為黃子華都係讀哲學，就變咗講嘢啦。都用到嘅，諗嘢方面會快啲咯。諗嘢方面會快啲咯。應該係。咁但係點解你會突然間就變咗化妝嘅？哦，化妝啊！哦，呢個化妝。不如你講下點解會走先？關唔關事啦？嗰個做呢、這個，喂，你做咗十幾年，點解要走咧？係咯，關唔關事啊，兩姐？我咪講粗口，佢講粗口鬧我老母嘛。咁十幾年都係咁，點解突然間？唔係嗰日好興，同埋我做到有情緒病啊。嗯。都呢、這個係咪亦都困擾你好耐嘅嘢？困擾好耐啊！做情緒病困擾好耐。咁跟住，唉，算啦，都係橫掂都係啦，同埋好辛苦啊，咪？那個期間就肝糖了開始，即做來做去都是那些，即做設計做到肝糖那一刻真的很慘，玩來玩去都是那些，很悶啊，那算了，哎喂，我這間公司我這樣又做過，那樣又做過了，都哎不留戀了，那就索性辭職走了。那時候是不是2012呢？差不多那時候是2012年係差唔多啦，因為我都係嗰陣時轉嘅，即係嗰陣時人哋話2012啊嘛，即係去到嗰陣時開始有好多轉變啊嘛。我走先係到你走噶嘛，唔係你走先就我走。好似係。係啦。咦？但我哋都係咁上下時候識嘅啫喎。我哋係咯，因為嗰陣時先有時間。因為佢成日都過嚟，我因為記得先我喺尖東啊嘛，佢成日都會過嚟，因為佢有公司喺個有啲成人用品公司喺嗰頭啊嘛，佢間唔中會喺嗰度。原來即係變咗你。真係唔係好耐嘅啫喎，轉咗其實。係啊。因為我以為識你嗰陣，你已經係做咗好多年化妝嗰啲添。唔係，嗰陣時啱學嘅啫。跟住轉，跟住你就去學化妝。跟住我去學化妝咯。但就冇鋪排嘅，即係唔係話喺度做嘢喺度學，又諗住轉工，即係真係轉咗再諗啦咁。我去學化妝，本來想學化靚自己嘅啫。咁就俾個導師說服咗，你化你與其化靚自己咯，不如化人哋啦，又有錢嘛。咁似啲學瑜伽，跟住教你做 trainer 嗰啲，又等到你咩嗰啲啊？即係開多個課程啫嘛，其實係。咁樣跟住咁啊都係嘅，咪都想轉行咯，同埋加上做製衣已經夕陽工業啦，而家。即根本都唔需要，以前就話好需要你香港啫。係啊，即最主要唔喺香港呢度啊嘛。係，而家就根本就唔需要啦。跟住都話好啦，轉行啦。哇！但係好大嘅咩喎？因為你做化妝就變咗 freelance 噶嘛，係咪？你唔係喺啲公司度做嘅時候，咁你要靠自己揾一啲客人，咁當時點算啊？冇啊，冇諗噶。但係你又真係開拓到啊嘛？做到啊嘛？係咯，你又有啲即係可能係叫做話做可能做舞台啊，好多啲唔同嘅，即係你唔係話淨係。做嗰啲話朋友咩結婚一嗰啲，雖然我知道有啲人淨係做呢啲都做到嘅，但係聽你講你唔止噶嘛，可以係。係啊，我覺得我覺得個天對我都幾好㗎。你係咪計過㗎？冇，個天對我幾好㗎，即係我入咗行之後咧，好多啲介紹啊。哦，即係最緊要後備喎。嚇！喺介紹啊，或者同埋我做好多你又識得人多咧。一來識人多啦，同埋我做咗好多無償義工嘅。啊！即呢個咩啊？即我去勾，即去勾啲細。試玩先啊！係啦，即去勾嗰啲細啲嗰時好多好多好細嘅劇場劇社。佢未必可能真係 afford 到。未必能 afford 到，即係一大筆錢去請人化妝噶嘛？咁我就勾佢咯，話我幫你免費啊，你最屘大都幫出翻個名我咁。咁梗係呢個雕梗係成㗎啦，咁啊開始有啲舞台劇就揾咯咁啊。咁其實即係話
你嗰陣時其實都有諗住啊，識得用呢個方法開始去開拓自己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市場。市場咯。係啊。咁但係本來可能諗住真係一路做都係做落去㗎咯，即係你每日又諗第二啲噶嘛嗰陣都。嗰陣時啊，好得意嘅喎，我做一樣就一樣。嗯。咁但係又唔會諗其他嘢咁。但係你嗰陣時候，但我識你就因為以為你係神婆嚟㗎嘛。咁都係神婆。係咯。咁即係你係神婆好耐。唔係以為係係。但你又唔係用神婆嚟揾食㗎嘛嗰陣。我神婆係副業啫。啊，即係都冇聽見你擺檔，冇見過。我神婆係副業啫，我唔使擺檔嘅喎。又係朋友啊。又係朋友就自己手上本㗎喎。唔會真係唔係當做 job 㗎嘛？你都係幫人㗎嘛嗰陣。嗰陣都有。看看熟不熟啦，如果不是最多賺餐茶飯的嘛，都不是的，真的要的，即是要你錢的。不過我經常覺得做這些好像封利是當給什麼的，那我即是解決了這個問題的嘛。不是啊，我明話實價的，我開宗的，即是真的有什麼的。是啊，例如你做過什麼的，如果做神婆出去看風水咯，幫人。所以我都有哪些說得的，我見過即是什麼呢？我知道他一向都有做這些，就算一向都做這些，做開內衣那些都有做，都有做，即是其實秘撈來的，是啊，秘撈來的，因為那時候你是不是自己興趣？所以那時候他化妝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物，其實其中一個就是幫人看風水，就是懂得有些圈內圈內啊嗰啲咁啊，即係變咗咪一路去做到。有冇風水裝啊？放翻個風水裝。冇啲咁。今年興黃乜啊嘛？有啊，都化咗上嚟啦。今日素。黃乜嘢色啊？嗰啲咁嘅嘢。啊，嗰啲啊有，嗰啲有。都有可以擺落去嘅。可以擺落去嘅咁啊。咁你神婆呢個又係自學嘅？哦，唔係，我跟師傅學嘅。即係嗰陣都已經，但同而家你啊呢個一間再講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嗰陣時候你學。那種就真的學叫做即是術數的了，是啊是啊，學那種的嘛，因為你另外信仰另一樣東西來的，信仰一樣東西，我分完全樣樣東西我都很多舊舊的，全部都舊舊分到齊。所以我估很多可能有些讀者又好，網友又好，其實都可能不知道究竟誰才是你的身份呢。沒有啊，你好，你不可以，你們不可以跟我定一個身份。其實現在這個世代呢就沒有以前那些那是、啊、其實是很多不同身份的，即是上一集、啊、Gary 哥其實都有說過、即是他不會即將自己定在某一個，不想做定一份工作、不要跟一個老闆嘛、現在這個世代不同以前呢，就、我做一份工作做死一世，做退休都是這份工作，其他不懂的了。不是的，現在很多時候都會、一至兩三四個不同的範疇都做。是的是的是的。那你如果出得來、幫人做一些收錢出得來的，咦都應該是有回那上下，因為如果不行人家就不找你的嘛，是吧？有客人了，我這個我客人了。怎麼到現在還生勾勾，是不是？但是你又未必說很公開，就是想人找你做，就是你不是撈人。冇噶冇噶，即係都係要有緣分係咪叫所？係咯係咯，即係唔係？誒，今日有三單睇，聽日四單睇，即係你唔會排到自己咁噶嘛？冇啊，因為我師傅都係咁噶嘛。咁但係佢都係佢接客人好得意㗎，佢翻到屋企佢都會用 fax 機，將之翻到屋企踎低執到邊張 fax 咧就同邊個睇啦。但係連 fax 機都即係抽籤咁上下噶咯。係啊，咁我啲係講緣分。係咯，你連 fax 機都冇嘛？冇啊，講緣分。即係你唔會話真係有個人哋介紹咯，個 number 咁樣。你介紹俾你睇，你做唔做啊？呢個 job 唔中意咪做咯，唔中意咪唔做咯。哇，咁啊，所以變咗你就涉獵咗好多，但係一啲其實係興趣嚟噶嘛，本身都唔係諗住話。都是興趣嚟嘅，原先唔諗住揾食嘅嘢嚟噶嘛，都唔係揾食。哇！你興趣好多喎，因為我知你係有一樣嘢都共通啊，即係大家好中意睇書，所以我哋有時又遞嚟遞去啲書係嘛。係咯。咁啊，你又睇好多，即係我諗古靈精怪又睇啦，另外就日本文化啦。係咯。呢個係咪專科嚟嘅？你已經算係主修日本文化。主修㗎啦已經。因為好多時候你真係，因為我知道你基本上你都可以。無難度咁樣去睇日文啊嗰啲咁啊，因為唔似我啲古嘅啫嘛，都係睇漢，其實我係睇漢字嘅啫嘛。咁其實你又係自學，又係自學。咁你覺得你係天才咧？其實
我又不是天才啊自己。因為真的很難想像，我自己學不知道多少堂已經沒有去學的日文那些，就是完全，所以今天我是喜歡日本文化，但我沒有這個技能已經差很遠。因為偉大的 YouTube 大把啦。但不同，因為我經常覺得你可以看原裝的時候，那個是第一手的資料來的嘛。咁啊係，但你屋企好似有人幫你翻譯嘅喎。係啊，屋企人幫我翻譯呢啲唔好咁樣。但你自己都基本上可以睇嘅。我基本上可以睇嘅。即係只不過可能你話，當然叫你寫會唔會？寫我唔得。係咯，又好似相對又難好多。寫我唔得。寫會難啊，因為你睇，例如話你有時睇英文啊，咁都可以估啊嘛，或者知啊嘛，但你寫作係一回事。係啦係啦。哇！咁但係即係你基本上咁日本通咁啊，你有冇諗過喺日本生活啊？很難啊，日本生活，因為我有朋友在日本生活，嗯，即是你要入籍不是說你說那麼容易的，即固然它又很難啦，還有我只是聽你每天搞那些什麼環保那些，不是已經搞死你了，我覺得我們去旅行就很開心的，是啊，因為背後有人跟你分開一些垃圾，但你去旅行即是在住就我想真的很大壓力，是啊，即所以有時候不要看日本人表面好像很什麼，其實我哋向往嗰種係可能係一個係一個很好美好美好嘅幻想嚟，一個旅遊咁就話啊正啊，呢度有嘢買，呢度有嘢食咁禮貌，其實背後都唔知幾坎坷。即係等於香港人喺香港住，咁佢有好多唔同嘅生活壓力。即係人哋嚟香港玩，哦玩幾日啦，幾好啊，開心啊！即係外國好中意我哋啲咩，又話舊嘅樓啊、招牌喺度住好慘噶嘛，你諗下啲水又可能漏啊，唔知咩，但係佢哋覺得誒好靚喎咁樣。係咯係咯係咯。不過呢個又真嘅，即係我諗你睇咗咁多，但你都唔係淨係睇好嗰面噶嘛。我知你有時都睇一啲即係可能啱叫咁啦，黑暗面嘅。有。所以我咪冇考慮喺日本生活咯，因為我知佢嘅黑暗面係多過光明嗰陣面。唔係，我越睇得多，你其實一定會嘅，因為你唔會永遠停留喺嗰啲即係好日劇、好開心嗰啲。係啦，你會接觸多咗嘅時候咧，其實發覺你唔開心噶嘛，好多。係咯，係咯。咁呢個先至係全面立體嘅嘢嚟。係咯。啊，咁但係我哋睇下你嘅立體仲有冇咩咧？因為我認識你咧，就由呢、這個即係不嬲不提你個外號啦，圖貓貓個圖字，我哋因為大家都圖門中人，圖門中人係啦。不過我冇跟你改過個名嘅，遲啲啦，使唔使改咧？係啊，其實我哋識，即係我識佢同你識佢又唔同啦。你識佢就因為嗰、那個誒真是神秘學課程。課程係啦。咁啊，即係2012幾圖老師教，咁大家識咗，咁到而家咁。哇！真係2012喎，到而家即係。2012到而家啦。大家都可能有部分同學都唔知去咗邊，但係我哋都算係咁啦。算係咁噶啦。即係有啲都間唔中見嘅，咁有啲就好間唔中啦。係啦。有啲已經消失咗天與地咯。係啊，希望呼籲下有機會真係，不過最衰而家就聚唔到住，希望有機會可以大家。希望十年。十周年紀念可以出到嚟啦，唔好搞到重要咩？真係。咁啊嗱，就因為咁咧，你又多咗身份咯喎，因為就幾圖問題啊嘛。啊。就無啦啦踩埋入去呢個，嗱本來聽佢嘅網台節目噶嘛，而家就到我哋就踩入嚟啦。啊。變到我哋做啦。係啦。係啦。咁呢個你覺得係咪又係好特別嘅一個身份或者經歷咧？啊，係好新鮮啊！我覺得。即係做網台。做網台好新鮮。這個呢點解呢？其實點解呢？就是因為有一次跟阿紀圖，即是我跟他跟阿紀圖出來吃東西，咁啊有咁啊紀圖問，有冇興趣上嚟做下？咁於是去揾我同佢咁，咁我哋諗住，咦，試下都好喎，諗住 hea 下啦咁。咪咯，玩下。點知就賴嘢啦。點知就賴嘢啦。跟住上嚟做咗一次兩次。唔掂喎，即係你就咁諗住上嚟吹下水，根本就唔得嘅喎，即係啲料又唔夠喎，問阿老師問到你啞口無言咁大鑊，兩個對一個都好似好難搞。係啦，所以咪揾埋你咯，都好似好難搞嘅三。咁跟住再落去就變咗我哋真係喂唔係喎，真係要睇多啲戲，揾多啲資料，揾充足啲資料，你先至真係可以做到，即係唔係好似。諗住喂上嚟，兩手揈揈上嚟，或者好似平時吹下水就算啦，噏下嘢嗰啲啊，係啊，所以就你發覺原來我哋都要做一啲準備啊嗰啲，即係呢樣嘢我覺得真係學到嘅咯。咁所以你個感覺係咪就係即係呢個網台主持俾到你嘅係即係多咗一啲唔同嘅嘢？即係你聽都聽唔少噶嘛，始終
多啊，有譬如你感覺好好嘅，嗯，所以我好人哋叫我上去網台做嘉賓咧，嗯，我會好好好好，即係我唔知係咪我中意而家中意咗表現自己啊？係啦，係咪以前？其實係咪一個轉變嚟嘅？因為我認識你嗰陣時咧，你係暗瘡嘅，中唔係暗瘡，唔係暗瘡，冇可能係暗瘡，而係唔中意。俾人知道你識嗰啲即係有嗰個能力，即係唔係好中意呢樣嘢，同埋唔好中意表現呢樣嘢，同埋即係唔會更加唔會喺大電波啊網台嗰度講呢啲嘢啦。但係你而家係唔同咯，即係你會起碼知道哦，我識呢啲嘢，可以用嚟幫人又好，或者用嚟啊即係甚至乎在書入邊寫翻出嚟，咁，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轉變。哦，係啊，因為我發現咧，原來乜都收埋喺個心裏邊咧，係，導致到一個抑鬱嘅原點嚟。嗯，即其實將啲唔好嘢擺落就自己全部喺度。即係幾圖，好似幾圖同幾圖老師同我寫序咁樣，嗯，即係佢話我將啲收埋喺心嗰度，而係藉住寫書將佢發放出嚟。嗯，咁啊，將嗰個心淨化咗自己咁樣咯。我諗就變咗呢，這個嗱，一陣間我哋可能喺第二節可以再講下關於即係你又再轉變啦，即係所以你已經係貓唔止一條命咁，好似即係變咗好多次咁樣。咁但嗱，我哋大不嬲不羨慕你咧，因為我哋大家出咗開頭一齊坐低，即係叫做話啊講下嘢咁啦，對住個麥或者咩。但很多時候喎，那個評價咧，啲人好中意你話，即係個把聲好入麥，覺得你，嗯，即係變咗你真係好似好適合做呢行喎，其實係嚇，有啲咁嘅事咩？係㗎，因為好多都話覺得，即係可能一來，即係當時企個麻粒喺度咧，一把女聲又突出啦，但佢哋覺得你把聲真係入麥啲嘅，哦，即係所以其實嗰陣個反應幾好嘅，所以有一段時間咪你突然間消失了病埋了咧，其實啲人真係話咦點解咧唔見你咁樣樣，因為真係佢覺得喂你喺度唔同啲嘅喎，節目係係咯，但你唔覺嘅自己，我自己唔覺嘅，冇留意㗎。係咪我阿 B 話齋？你其實不嬲都唔係中意咁樣表現自己嗰種。係啊，同埋唔同㗎，因為其實我自己都係嘅，即係有時。你叫我聽翻自己嘅節目，好驚啊！即係把聲嘅完全唔同啊！即係你自己入邊嗰把聲，同埋你聽，即係你個節目出嚟嗰把聲，我覺得哇，唔好話好核突喎！誒，唔係我有聽㗎，我聽話唔係好頂得順啊！即係等於有啲岩殘嘅嘢。呢個可能要下次問阿葵叔點解要佢咁樣？喂，咁講到你呢度第一節差唔多完啦，咁我哋不如第二節繼續講出書啦。